个突然掌声源源不绝，我都没有办法说话这样。好，我们所有高一的同学，还有我们三R科技研究社的同学，好，还有洪教授，大家午安。好，这一场演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演讲，其实也呼应了未来的一个趋势。好，这其实可以开启我们很多的一个想象。那今天我们很难得真的邀请到我们 AI 界的大师，我们台大资工系的洪世浩洪教授，今天特别透过直播的方式来让我们永春高中的同学们，不管是透过实体的还是直播的一个过程，来开启我们对于科普的那一双眼睛，也让我们对刚刚的这句话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想象。那未来不管是 AI 或者是相关的 AIoT 进到我们生活里面，那你会怎么样去因应这样的一个大环境，让大家过得更好？好，那我想就接下来很重要的时间，是不是就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教授，今天带来的 AI 科普列车的讲座，欢迎。各位同学好，今天我们来讲人工智慧。刚才校长讲得很好，就是这个人工智慧刚进到大家的生活。那看到说这个，大家对于人工智慧有很多的梦想啊，还是幻想啊？究竟梦想还是幻想？哪些会出现在什么时候？这其实是蛮重要的问题啊。那怎么我自己啊，过去我们就开始。高中的时候就跟各位一样哈，高一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电脑啊，那个时候就是看到所谓的人工智慧啦。那时候就想说，在我有生之年应该会看到电脑会变得跟人一样聪明哈。那这件事情多多少少有实现到某个部分，但是有很多的东西还在酝酿之中啊。这个时代一直在进步，在过去就周边都被所谓的资讯科技围绕，那还会再有更多的进步 ，OK， 所以各位要准备啊，还有更大的这个改变啊。那你到时候是在旁边啊，觉得很 surprise， 还是你就是把这些东西做出来的人啊，就是看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东西。那这是我演讲的摘要了，然后我等一下会按照这个顺序跟大家讲啊。其实 AI 这个东西啊，在过去就像我讲的，50年前就有了。那什么叫做浮浮沉沉啊？因为每个时候大家都看到，有一线希望，就会把它拿出来啊，做很多的研究。但是有时候梦想太过头了啊，那就会变成这个幻想。那幻想之后就会破灭，幻想破灭之后，大家就说那个是吹牛的，就不要理它啊。所以现在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说 ，AI 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然后哪些是有的，那我们需要做哪些事情啊，才有办法把那个梦想掌握住。那当然有些同学可能会问啊，这个之后要怎么用 AI 来做自己想，那例如说拿来赚钱啊，做 AI 是不是比较有工作的保障啊，或者是想做 AI 的话要念什么啊？我在这个演讲里面都会给大家一些想法。这张图主要是跟它的观念啊，这个概念 AI 这个名词，是在大概1953年这个时候有一个论坛，1956年有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叫达特茅斯会议。这会议就确定了，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 AI 这个名词，就用在讲说我们怎么样可以用电脑来去模仿人啊，做一些这个有智慧的事情。那后续还有很多的技术啊，所以有一方面是说人工智慧这个领域，在每隔一阵子就有一些突破。从以前到现在啊，有一些的突破，我们第二回稍微跟大家讲。那这个其实它的领域是包含很多的啊，不是只有单一的事情啊。人工智慧其实是一个很复杂很广泛的一个概念，那包罗万象啊。这个人机在上面飞啊，这个无人机，哪一天它也会有智慧，它会跟着你走啊！这其实都已经实现了，那只是说能不能做得更聪明一点。那有一种人工智慧，
叫做弱的啊，不要瞧不起这个弱的。有些弱的，其实只是讲说他的能做的事情啊，有一个范围，他只能做特定的功能，但是他可以做得很好啊。例如说电脑做一些车牌的辨识，他可以做得很好，车子这样开过去啊，他马上就侦测到这个车牌，比一个人啊，这在那个前面来得快，因为他一瞬间就把这个车牌辨识出来，而且记录下来，就一个专门的用途。啊，甚至下棋，大家都知道这个 AlphaGo 这个故事，对，下赢人类，所以现在人类要下任何的棋啊，好像都不太可能下赢过这个电脑。这个叫做窄的啊，也就是弱的 AI， 这个现在很普遍。这是为什么这一波啊，大家一直在谈 AI， 是你只要能够把一个很窄的领域做得很好，那个东西就可以拿来用，就可以帮到我们的人类。例如说自驾车它的功能可能就是帮我们从甲地载到乙地，它可以做得很好，我们不需要一个司机在那边，它载我们可能很安全又快，这也是一种弱的人工智慧。那怎么让电脑做像人一样的事情啊？就是做一些很聪明的判断等等的，啊，泛用型的，就是各种用途，就像一个助手一样。这个一个更大的理想，更长的目标，这叫强人工智慧。那还有很长的距离，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两个啊分清楚。那我们刚才讲这个速度服务层，你可以看这条线啊，高的话代表大家都在谈 AI， 很多人都在做 AI 的研究啊，所以我们刚才看到50年、1950年、1960年的时候高一点，到了1975年，那到了1980年又突然又起来了，这时候又看到了一线曙光，所以很多人又开始做，可是做不出什么好东西。到了90年又下去了，那这一波是大概是在10年前啊，就是突然就又开始爆红。那我们现在在2020年，那跟各位很有关系的是说，这一波的 AI 究竟会往上呢，还是会持平继续正常的发展，还是就变成下一个 AI 的 winter 啊？各位选系，假设你选了资工系进来，结果发现啊，这个等你念完书以后 AI 在走下坡，结果搞了半天出去找不到工作，会不会很惨？现在的观点啊是说 AI 不像之前啊，之前那两次的 winter 主要是他吹牛吹得太大，他想要做的是一个像人一样的抢 AI 的这个东西。现在的 AI 比较务实一点，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些弱的 AI 会有一些产品出来，那既然有产品的话，它就不会是这样空谈，就不会是吹大，虽然还是有人吹牛啦，所以你看到有人把 AI 讲得太神的话，你就要小心一点，它可能讲的不是实在的啊。那有一些有基础可以这个持平发展。那我们来看 AI 有哪些有趣的理论啊，这个我会稍微讲，不会讲得太难啊。那各位有没有看过科幻小说关于机器人的？其实就是基于这个40年代、50年代那时候刚刚开始，那大家觉得电脑很厉害啊，比人快啊。那这样子的基础之下，它加上说，作为就知道人的脑袋里面这些神经哈，是怎么样连接的，然后怎么样去对一些这个机器做一些控制。他就会想说啊，我们这些东西把它结合起来啊，是不是就可以把一个很厉害的机器人给做出来啊，做出了一些小东西，但是讲得太伟大了，那所以产生了一堆的科幻小说，于是很多人也相信，但是最到最后是没有那么伟大了。所以这些科幻小说其实还蛮有趣的，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这艾西莫夫的机器人故事啊，他其实预言了很多现在我们还觉得蛮神奇的东西。比如说他提出机器人的三大定律，有谁知道机器人三大定律是什么？还知道的话可以送这个纪念品。定律，来。来，请讲。第一个不可以伤害人类，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呢？要保护人类，对不对？对，还有呢？啊，好，
啊，回答得很好，来讲的这个技巧不在于我们周边的时候我们必须对它有什么样子的限制，让它不会危害人类啊，让它可以帮助人类，让它可以自己这个保护自己，这几个概念。那事实上这个大家可以多去看它的故事，它故事甚至描写啊更多更久之后的未来，人类把这些科技都堆到我们生活周边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子的这个事情。事实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啊，机器就会帮你做所有的东西，那到头来这些你发明的东西反倒人类失去怎么样去维护它们啊，就是这机器人坏了，这个科技一个产品坏掉了，人类不会修啊，会到那个境界，这也是很有趣的这个想法啊，我就不告诉各位结果了，各位自己很经典的这个小说。那后来我们当然知道，这吹牛吹大就变成 AI 的这个 Winter， 可是零年代又起来了啊，那时候想的是说，好，我们可以做用电脑来做段，那电脑也可以这个处理一些数字啊文字之类的东西，像个模拟人类做逻辑的推论啊，如果我说若 A 则 B 啊，若 P 则 Q 的话，我给他一堆的公式，他能不能自动的去推出一些结论，就像大家做证明题一样那可以太烂了吧，就是当时你可以想象这个50年前那时候的硬体能够存的知识很小，那能够处理的速度非常的慢。那到了80年代，他觉得上一代的那个符号的这个推论那些做不出什么东西来然后就想说我们可不可以再把符号再切成更细的，符号之下是什么文数字之下就是那些符号构成符号的那些东西，子符号就是讯号例如说声音，一个音符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模仿人的神经怎么去分析这些接收到的触感啊，这个视觉啦、波啦等等的，然后产生出一些回应做一些判断。所以这时候讲了怎么样用人工智慧人工的神经网络来打造 AI。但是没有。那这几年很多人一直进来，各位之后搞不好也会一直进到这个 AI 的领域。那很多人是怎么样用这个学者发展出来的 AI 的理论或者是一些技术拿来做应用应用发展做应用，例如说我用一些视觉辨认的技术拿来做车牌的辨认，来停车，每个停车场现在常常都用车牌了，所以做更伟大的 AI 的话可能就要进来去研究 AI 的理论，因为还有很多新的东西在那边等着我们做，还没被做出来，虽然是相对的少数，但是这个小少数是所谓关键的少数所以你可以说有人问要研究 AI 要做 AI 的东西究竟要去哪里，其实现在你到大学去一大堆科系都会用 AI， 就像各位会用数学来解决问题一样因为他把 AI 当作是一个工具来用，但是你到了资工系 AI 复兴的幕后工程，其实刚才同学已经点到了就是这个计算能量计算力的这个进步。那这有一个东西叫做摩尔定律，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名词。这摩尔定律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一条线从1971年到2011年，这里有40年，那计算机也就是电脑它的速度它处理的速度是每18个月就快2倍，每18个月就快2倍。所以这条线虽然是一直线，但是你看它的这个计算对数的这个走，所以每隔18个月就快1倍，每隔18个月就快1倍。所以我们现在的电脑比50年前的电脑快很多很多的倍那这个是现在为什么有些东西可以做，50年前没办法做，只能想，这是改变世界面貌的幕后工程。它不只是让现在的电脑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比之前强很多很多，但做了一个大胆的预测，这个一个
杂志请他写一篇文章，他就在文章里面说，有可能啊，每年会增加一倍，那结果就会去让这个摩尔定律继续存在，所以现在大概是在这个地方，现在是2020年，我们台湾之光啊，大家知道台湾有几个很厉害的科技公司，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我正想问，你就已经预答了，来给你个，台积电。台积电就是做这个，一个是韩国的三星，一个是美国的，有谁会答？美国的一个公司叫做 Intel， 大家做这个 PC 用的最多的 Intel， 另外一个就是台积电，那。中国的还没有跟得上，因为做这件事情啊，不是那么随随便便能够抄袭过去的，它需要的就是它门槛越来越高，多小啊？一颗原子有多大？一颗原子大概就是一奈米那么大，所以你如果要把这个。技术做到一奈米的程度的话，那基本上你要还要把做的比一奈米来的小，你就必须把原子再好了才有办法做。那个基本上现在很重要的新的技术叫量子电脑，大家也可以看看啊。那其实量子电脑跟人工智慧也会有关系，因为要更好的人工智慧的话，可能就要找寻更厉害的方法来做电脑啊，也许用量子的这个电脑的技术来去做。让我们可以做网络购物，那现在大家都有手机，直接用手机就可以这个看到网络上的一堆的资讯，然后各种东西也变得有，就变成物联网，这一直的都帮我们铺路，我们现在很多的东西都连在一起，而且很多的资料都可以收集过来，那这些其实都是不断的有新的需求，所以大家。要更快的电脑，想要让电脑做一些现在做不到的事情，那我们做资工的就想办法把这些东西的技术，把这些产品把它给做出来，让大家用来做这些源源不断的新的这个功能强大的这个软硬体。要到超级电脑中心才看得到，这个叫做超级电脑。我今天上午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我现在在我们台湾，要打造更强大的 AI 的话，就需要这个超级电脑来做这件事情。那超级电脑它的原理就是以多为胜啊，这里面有数以万计的这个处理机在那边帮大家做运算，不是只有你小小的一个手机上的处理机或者是 PC 上的处理机，它是几万个这样子的处理机把它连在一起。一起来做计算，它可以做的比一个电脑快的非常的多。那这种事情其实从不讲，你看那边，艾伦图灵，对，图灵又被尊称为 AI 之父，大家有听过这件事情吗？那他当时在这台用这台机器干什么？这个东西很重要，破解密码啊！我只是气象局买大型的电脑来预测气象啊。你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雨，重不重要？你就不会被淋湿了，有带雨伞，对不对？打造人工智慧也是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都会用到这个很就是大型的高效能计算。救人也是这样，他叫 COVID-19 OK， 这样子就不会被人家讲你是谁你是哪一派的啊？他们用很多人在用超级电脑来去怎么样去对抗这个 COVID-19 这些东西越快越好，你早一天出来把这个疫苗，他们没有很赚钱，他们把这个做出来之后发现卖不了几台，因为这个太贵了卖不了，然后刚好出来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 AI 的 winter， 所以就做不好。那我有些就我们举个例子 ，IBM 做了这个东西，这叫深蓝，
Deep Blue， 大概花了七年时间，那他打败了那个西洋棋的棋王，在1996年的时候做了这件事情。怎么做的？他用了30台机器，然后还装了特别的，这些机器你在外面买不到，因为它上面有特别加装所谓的加速器，才有办法做到。这是他的秘密武器。怎么做的？他基本上就是都学过写程式吧？会不会写？没有。写程式基本上就是一堆的这个电脑要你要他做的事情，你用语言把它写出来。那如果你可以对这个程式做分析，究竟它的时间都花在哪？啊，例如把它啊，你把这个瓶颈设计专门的加速，这叫做把这个钱哈花在刀口上，突破这个瓶颈，那你就可以做完这个东西。那后来 ，IBM 又花了7年的时间，把这个叫做多厉害的，他参加一个比赛叫做 Jeopardy， 有没有看过这个比赛？应该没有看过了，因为这个比赛就已经被他摧毁了。怎么说呢？这个比赛啊，你看这有两个人，其实照理说应该有3个人来参加比赛。那主持人会问问题，任何的问题啊，稀奇古怪的问题，那这三个来宾参赛者就来抢答。他们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就抢答。那抢答答应的话就有分数，就有钱啊，很多的钱。那在2011年 ，IBM 就把这个 Watson 送去参加比赛，所以你看到这中间就是 Watson 来参加比赛，他最后把这两个人类都打败。这个比赛的规则就是。然后要回答出正确的问题，他才可以抢到分数。OK， 所以你就大家看到这个就开始觉得啊 ，AI 又开始起来了。OK， 他利用了大数据，其实他就是把各种知识啊也好啊，都通通把它输入这个电脑，那是一个很大的资料库。他可以从这个资料库在很短的时间。根据这个主持人问的问题找到答案进去，那里面找资料他绝对比你快。那怎么样理解跟回答问题？这个有些这个研究在这边，例如说你现在的 AI 有很多种类，像我刚才讲的，有些专门做一些简单的问题的这个检索，有些要能够回答复杂关于这本书的问题，这叫做 learn by reading， 能不能叫电脑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不只是要把这本书原封不动的记下来，他要能够理解这本书究竟在讲什么，然后回答你关于这本书的任何问题。这个是最难的挑战。所以你看到啊，他强调的是能够回答一些复杂的问题。那所以各种不同的这个 AI 啊，你可以从这里看到，这个绿色的是一种，那黑色的、紫色的。蓝色的各种不同的 AI， 他们在理解跟回答问题方面有不同的这个想法。例如说，你想要跟人家抢答，那你很可能需要速度要快啊。那你如果要速度快的话，你可能就要牺牲某一些这个东西。那分析大数据并不容易啊，尤其是一开始最难的可能就是收集到AI 就不可靠，而且没有办法比人家厉害，就没有什么好玩的。那大数据强调的不只是数据大，而且这个数据不断的一直进来，所以越来越大，而且这个数据很多元。所以你这里看到很多的 VR， 例如说我们来做一些单字啊，它英文能力怎么样 ？Volume 是什么 ？Volume 是。不是 volume 是量啊 ，velocity 谁会回答？来举手 ，velocity 是什么？速度 ，variety 第三个，左边第三个 ，variety 是什么？种类，种类繁多，
Veracity， 它有的是对的，有些是错的，资料有的是正确，有些是错的，然后 Veracity 值比较高。Validity， 那是这个资料是不是经得起考验的？Variability 就是它的这个会不会变来变去？Venue 堆的这个东西，大数就像很多人广告词那么的简单哈，也其实是一个需要花时间花心力去处理的这个东西。而且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啊，拿来玩 game 的 AI。治病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像底下这个图表，是去问大家，你对于这个电脑，有没有信心？你比较相信电脑的这个 Watson 的建议，还是医生的建议？医生的建议，所以大家还是比较相信医生的建议啊。所以要取代人类哈，要取代专业，没有那么简单。所以他还要经过很多的考验才有办法，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这个区分，就是说你让电脑做一些比较游戏或者是益智问答这种，或者是帮助人家的事情，他已经展现了蛮大的这个功能，但是你要让电脑独当一面，来做一些重要的决定，而且这个决定有可能会跟人命关天有关系的这个东西。就要非常的谨慎小心，所以没有那么简单。但是一般的，例如说这个车牌辨识没有辨识好会怎么样？顶多就是没有收到这个过路费，这太严重，所以还是非常的实用的。我们用这张图来看一下，现在人工智慧有几个主要的这个名词啊，这讲的第一个是。这个人工智慧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领域，所以我们画在最外面。那其中有一个东西大家知不知道，叫做机器学习。这是人工智慧的一个现在一个很火红的领域。就是在过去啊，80年代或者是更早的时代，它的人工智慧是要人来去做，把它做出来。像刚才 Watson 其实也是人花很多时间去做出来，但是后来他们说我们要让机器自己去学东西，否则我们靠人来去教它，那这个机器永远不会变得比人更厉害。所以现在看Watson为什么人类更厉害，是因为它开始可以自己去学东西，这叫做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所以它自己可以去读书，那读了书它可以来回答你的问题。OK， 那怎么让机器去学习呢？其中有一个想法是说。这个机器的构造是不是要跟人脑差不多？这是一个想法。那不小心跳回去了。人脑差不多，那人脑的构造是一堆的神经所连。之前80年代、50年代为什么做不好？答案很简单，刚才问过了，再答一次。应该是谁回答的？该你回答，这是。拿的太多了，但是我们再等下一个机会。以前的硬体不够啊，所以大家想办法就是用简单的神经网络。可是人的神经其实很多，而且很复杂，用很简单的神经网络啊，其实做不了厉害的事情。那而且你要训练它啊，训练它其实。才做得好。这里举个例子啦，1998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厉害的这个学者，他发明了一个东西叫做 CNN， 是一种神经网络。这个神经网络可以做什么伟大的事情呢？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左边啊，我们给他一个手写的 A， 那经过这一串，这些都是所谓的 CNN 的一些结构，我们在这里就不讲了。到最后他会告诉你。这是一个 A， 就做一个这个这么简单的事情，它其实就要耗费很大的这个量来做，所以他发表了一篇论文来做这个事情，这是大概20年前。可是他做出了这个东西之后，他被大家耻笑，他说：“你做这个3岁小孩都会做的事情，
对，你现在给一个 A 问一个对，例如说美国的三岁小孩，这是什么？他也会回答，三岁小孩能做的事情，你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做，好像没有什么这个，去努力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蛮励志的故事啦。这而且是这个他在去年拿到资讯工程最伟大的这个奖项啊。各位知道有诺贝尔奖，诺贝尔奖里面没有资讯科学奖啊，有什么物理奖，有化学啊，因为诺贝尔是做化学的，但是那时候他这个制定这个奖的时候，并没有知道资讯科技这么的重要。如果它存在于现在，它应该会有一个资讯科技奖。但是名额 word Turing 就是刚才那个 Alan Turing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 word 颁给每年几位这个对资讯科技贡献卓著的这个人，那等同于发表这个论被。他当时并没有气馁，他当时继续的做虽然他面临了这个所谓的第二次的 AI 的 winter， 他还是继续做，他体验到一些事情啊。这边我就直接翻译给大家听，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他的听他的演讲。那基本上是说我们受限于硬体，所以你们笑我这个东西这个花这么多的计算力才做这么简单的事情，可是只要硬体进步够快，我们就可以让这样子的做法做更厉害的事情。所以他就锲而不舍地做这些，他也在努力地开发一些这大概是2008年，也是大概十年前，各位还小，可是十年前我们很多人都在玩 game 大家有没有现在玩 game 的话，你知道这 有一种叫做游戏的显卡游戏的显卡他一定要装，否则你玩游戏的时候你跑得比人家慢太多了这游戏的显卡就是基本上把这个很漂亮的 3D 的这个图形画出来，画得很快所以你的不会很卡，就不会有一些 lag。 所以大概在十年前，这个上面这条线就是这个游戏显卡 GPU 已经比我们的 CPU 快很多了所以如果你要玩游戏的话，一定要用游戏显卡能玩游戏，因为它的计算能力已经远远低于了。所以为什么不拿这个游戏显卡来做 AI 呢？所以刚才那个学者他就拿这个游戏显卡拿来做 AI， 过了几年就看到我们用游戏显卡来辨认，这个是一个影像辨认的比赛每年都举办就是说看谁的 AI 能够辨认这些影像辨认的最准，这个纵轴是辨认的准确率，在2010年的时候大概就是，也就是说给100张照片它只有辨认正确75张，25张是错的这个蓝色代表是用传统的方法去做的到了2012年是用最新的这个 AI 的做法，就是用刚才那个人工神经网络再加上 GPU 一起去做一下子就把这个传统的方法甩到后面，于是这几年就突飞猛进到了2015年可以看到最厉害的它可以做到95%以上。95%以上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我可能请各位，如果有位同学自愿来去参加这个比赛，用人来参加比赛的话，你可能也达不到95%问你这张照片里面是什么，有时候你会答错这个已经超过人的标准所以现在在影像辨认的这个领域，主要是因为软硬并进的关系，在从2012年开始有了重大的突破，都很关切 AI， 因为这样子的突破一下子把过去停滞不前的只有70%几的这个准确率提升到90%几，超越了人类。那看到影像辨认的进步呢， Google 就想到说还没有别的东西我们可以做的，大家又想到了下棋其实不止下棋Google 已经看到这个 AI 可以用在很多很多的地方。 Google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AI 的团队叫做 Google Brain， Brain 就是大脑，
大脑那个 brain， Google brain 这个团队啊，他们在很用力的开发 AI， 可是他们也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幕后的工程，就是我们刚才讲硬体的这个计算力啊，所以他从2014年就开始设计这个专用的晶片，这个叫做 TPU， 这其实是 Google 的秘密武器。我们在这里顺便讲 ，Google 为什么当年会很神奇的变成了世界的最大的这个搜寻的，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啊，这说来话长，我长话短说，它也不是什么它的演算法特别好，它当时就发现了一个东西，就是搜寻引擎要怎么样赚钱，广告哎，你给答对了。广告啊，搜寻引擎让你各位免费去用，但是 Google 赚的是广告商啊给他的钱，因为你会看到广告，所以广告商会把钱给 Google。那广告商给我的钱，可是我要花钱去营运，对，我要买一堆的机器来做搜寻引擎，所以我赚了多少钱？这公式很简单，我赚的钱就等于是广告商给我的钱减掉我的营运成本，就是这些机器的这个营运的成本。所以我如果能够降低营运成本的话，我是不是就赚了更多的钱，对不对？啊，广告商给我 Google 的钱跟给例如说微软的钱跟给其他搜寻引擎公司的钱是一样的公定价格，可是我如果可以降低那个成本的话，我就赚的比别的公司多。所以这个是 Google 成功的秘密啊，就是他懂得用很高的性价比的机器来营运啊。所以在这里各位可以看到，这个2014年他就从师故技啊，就是特别哈、啊、所以各位现在用 Google 做什么语音辨认，对不对？做翻译啊，如果英文看不懂你可以叫 Google 帮你翻，这些在后面都是 AI， 都是用这个 TPU 来做的，所以它可以比用 CPU 甚至用 GPU 便宜很多啊，这个是 Google 的秘密武器。那这个秘密武器也用在 AlphaGo， Alpha 几年前176个，不止一个，要176个。然后后来对战这个李世石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韩国的围棋高手，4-1，顶尖棋手连队啊都赢了。这时候是用第二代的 TPU， 只需要4颗啊就可以打败他单机哦。那后来又已经打赢了这些人之后，就变成 AlphaGo 跟 AlphaGo 自己在对战，所以这后面已经不跟人打了，就变做出来啊，可以看看能不能进到我们的手机啦、物联网各个生活周边的这些设备里面去。那世界第一名的超级这个现在也都是拿来做 AI 的发展，世界最大的神经网络，越大的神经网络通常越厉害，但是越厉害的神经网络它就需要花越大的力气来去做训练。那训练这个神经网络做什么呢？ Million 是10的6次方， Billion 是613吗？我有点被你们搞混了，我来查一下，我们来 Google 一下，来大家 Google 但是它已经比很多很多我们现在平常用的网络还大好几个数量级，那将来还会更大啊！所以越大的这个神经网络它的功能就越强，去训练它，例如说这个上面用八颗处理机来去训练它，需要花29个小时。那后来有人说，我用256颗，我只需要1个小时，能够训练一个这个 AI 来去辨认它，辨认的很正确。这最后面是精确度，它可以达到75%的精确度。我只要需要花1分钟，
就可以做得到。那在过去，人家需要花一天，甚至在10年前，可能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现在只需要不会缺席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后勤的资源在那边，甚至我们可以用台积电。台积电去年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这个叫做超级 AI 晶片。怎么说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图，这个最下面这个虽然看起来很小，但是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这个 GPU。啊，大家还记得 GPU 是什么？可以拿来玩 game 的，也可以拿来做 AI 的这个晶片。然后刚才几十个，啊，甚至比几百个这个 GPU 还厉害的事情。那它做出来像是一个冷气机或者是一个电冰箱这样的东西，因为这个晶片很热，所以必须用一个这个外面有点吵，我会受干扰，可以关门吗？这个是说，这一台像一个冰箱，其实里面就是只有一个大概巴掌大的这个晶片，那它里面就可以做非常非常强大的这个AI 需要的这个计算，所以过去只要几个月，过去要几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只要几分钟就可以做完。那这个东西在去年年底啊，进到美国的国家实验室，目的就是要处理的数量级，这数量级就不问你们了，我直接答案写在这里。有一个数量级叫做 EXA， 啊，你们学过一些数量级吗？几 K， 一 K 是多少？1000。那再增大1000倍，1000的1000是什么 ？M。那1000个 M 是什么 ？G。那1000G 是什么？1000T 是什么 ？P。那1000P 呢？1000P 是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东西，10^18。它会再创一个新的高峰。我们需要这么强大的计算力，才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在这已经排到2023年，要做这个东西，可以达到2个 exaflop 解药的这个时间。那有一个东西叫做 digital twin， 中文翻译成什么数位双生子啊？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例如说，你看这个是一个在真实世界动，当然它会有一些资料可以告诉他这个车子在真实世界里面做了什么样子的动作，那他在虚拟世界里面去做模拟，那也可以，他可以透过模拟告诉这个真实世界里面的人，这个你的电池可能得到一些你在真实世界不知道的这个资讯，因为他可以做很多的分析模拟。告诉你一些细节，那它可以预测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那甚至还有一些想法，就是说，就像大家玩这个线上游戏一样，更像真实的世界，这也是有些人在探讨的。所以你可以在虚拟的世界里面跟别人做一些互动，那这个互动会反映到你的真实的世界。那这些东西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对 AI 可以创造一些虚拟的世界，然后这些虚拟的世界里面帮你在虚拟世界里面跟虚拟世界的其他的人事物去做一些互动。那另外这个是一个最新的研究，就是又回到人脑。刚才我们在看那个人工神经网络的时候，我们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它非常的耗电，它要花很多算力去训练它，出来的计算要用很大的人工神经网络才能做一些事情，所以还是很耗电的。如果跟人脑来比，各位知不知道你现在的1-2瓦的这个耗电量，可是它就可以让你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人脑其实是一个很高效率的，就跟电脑来比起来，它非常高效率，只要一点点的能量，它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人工智慧下一阶段就是真的跟人人脑来去取经，来去做这个比较像人脑的这个 neural network， 它就不再是说用这个计算的方式，而是真正的去模拟人脑的运作来去做，就会变得更有效率。你就会看到开始有些地方会开始用量子电脑来做一些事情。好，刚刚讲得太快了，有一些时间给大家问问题。OK， 所以我在这演讲里面讲到这个大家第一个观念，事实上还有很多的这个关键的技术要克服。那其中很重要就是计算力，针对 AI 做的这个系统，这是我们现在的 AI 能够普遍而且可以进到我们生活周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现在还是有些瓶颈在啊，现在 AI 能不能让它做得更小，跟人类的大脑一样的有效率，更便宜，让它可以系统。刚才看到这个 Google 里面的 AlphaGo 已经不再跟人下棋了，是因为人都下不过它，所以它变成 AlphaGo 跟 AlphaGo 自己在下。你可以想到将来每个人旁边都会有一个 AI 的助手， AI 助手可以帮你很多忙，例如说你不需要再背那么多的书啊，这个书可以 AI 去帮你背，不用记那么多冷知识， AI 就在旁边随时可以帮你找到一些这个你需要的这个题，它可以提醒你。但是接下来有一个问题是说，大家就会来比啊，我的 AI 就是注定会拿来比一比。那台湾，其实我在这里要推崇台湾的一些这个机会啦，很多尤其是高中，你们高中毕业会在国内念书还是到国外去念书？有钱当然到国外啊，有些人会这样想，但这个是很多国家所没有的。那 AI 这个东西，就我刚才讲，它需要不只是软体，也需要硬体的这个进步啊。所以 AI 的年代，它一个要解决的问题，你必须要有足够的理解。所以你往往也需要跟这些拥有这个问题的专业的这个人士要有一些密切的互动。例如说，我们现在跟医生就有很这个密切的互动。你说要拿来解决这个医疗方面的问题，你需要他的知识，需要他的智慧，你才有办法做人工智慧。所以也不是埋头在这个自己的领域里面做一些自己以为了不起的东西，你需要跟很多很多专业人士去做。昨天晚上吃什么？昨天晚上吃过了，我可能某一个使用者就不想吃同样的东西，所以他会换一个新的东西。那这两个东西能不能综合起来？好，我先回答到这里。那还有没有其他同学问题？你还没有拿到吗？还是你拿了很多了？换一个好，请问。算法竞赛。刚才同学问到说 AI 能不能拿来参加演算法竞赛，对不对？也就是说，你能不能让电脑自己帮你写程式、写演算法、发展演算法？就是比赛当刚才讲的这个人工智慧的演算法，把它放进来作为你的程式的一部分，没有人说这样不可以。OK， 那我刚才误解你的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能不能叫 AI 去帮我们写程式？
帮你做一个很复杂的这个程式。来，那边我们 AI 抓程式里面的 bug。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人做这个。随便讲，因为我上次查这个东西可能是半年前，但是现在可能要不一样了。所以有人问同样的问题，就是说 ，Can AI debug code？ 所以这样子去找网络上找一些答案，但你可能会找到很多不同的答案。那你必须综合判断这些答案究竟哪一个比较接近真实。例如说这个人看起来的他的答案就比较好一点，因为有这么多人看了这个答案 ，OK， 然后认为这个答案比较有参考价值。这个人实际的去做了一些事情，他们在过去做了一堆的这个资料的定义，前面是用这个，可是你后面把它用来跟不对的数字、不同形态的数字做一些运算，看起来就是个错的。这个东西比较容易去这个侦测到。那有些格式的问题，它也比较容易帮你找出来。但是我个人认为啊，高阶的问题啊，它比较难，尤其是说这个程式写得好还是写得不好，这件事情也是很难去帮。好，问题啊，同学问到程式语言该怎么写学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人真的碰过一些，有没有做过 AI 的一些粗浅的东西，任何的也好，知不知道哪个语言最普遍？Python。然后多问你们，你们想办法把这些东西消化掉。好。最常被用来开发 AI 应用的是这个程式，叫做 Python。那很多地方也开始教 Python 了，因为Python 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容易上手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要开发 AI 的应用，他不想这个学太多，花很多时间去学程式语言，所以他需要一个容易上手的程式语言。那 Python 的设计就是希望让这些非科班出身的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学会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边都说这个东西很简单啊，第一次接触就可以无痛的上手等等的。自学的首选啊，学 Python 不必花大学啊，你只要看一看书就会了。的确是这样子，没错啊。这个 Python 相对于其他的语言，大家有没有学过 C 语言 ？C 语言是可以算是资工最正统的语言之一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的历史蛮悠久的啊，已经几十年了，而且现在很多的，例如说作业系统，是用 C 来去写的 ，C 或者 C 加加写的。因为 C 很快，所以当我们希望让这个系统跑程式跑得很快的时候，我们会用 C 去写。那用 Python 是为了发展速度快，因为它很容易上手，所以我们可以让更多我们在推广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先叫大家学 Python。所以。这个语言没有说一个绝对是最好，或者是另外一个绝对是必学的。你可以就是学 C 就好了啊。然后呢，在这个语言里面定义的就是这些算术运算，然后它的流程控制等等的这些东西，其实大同小异。但是 Python 有一个特性哈，所以为什么刚才同学问的是要专门在做人工智慧的话，会比较喜欢使用 Python， 是因为 Python
我们把这个 Python 跟 AI 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先不要看第一个，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做 Open Source， 我们把这个观念再加进来，就更容易理解。有太多的人把自己的做好的这个程式，把它贡献出来给大家，成为所谓的 open source project。所以你可以在这里，例如说这里有 top 20啊，最顶尖的20个 Python 的 AI 的 open source 的 project。所以各位可以参考一些这种东西。但是刚才大家也看到一个东西啊，这个语言没有绝对的啊。例如说这里 AI 的权威，我们刚才在演讲里面有提到这个 Yann LeCun， 就是1998年，那他又叫做这个深度学习之父，他就直言说深度学习需要更灵活的语言 ，Python 已经落伍，它需要更灵活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也是跟我们大家讲啊，没有一个东西是会存在永久的，它还有更多新的东西在那边。但是到最后呢，会发现就算是啊，这个AI 的三巨头，这个叶达库讲说啊，有个新的东西啊要出来啊，例如说现在Google、Facebook 一些公司就发展一些开展的新的语言的设计工作，所以将来大家到大学的时候，可能又面临一个新的，我现在也不知道的是这个语言会出来。这个是目前 Top 的 Machine Learning Language， 最上面这两个是 Python 跟 C++， 可是他们觉得都不够好，都还要再做新的东西，所以将来什么东西会出来也不知道。这里有一些后起之秀，例如说这个语言。我也没学过，叫 Julia，OK，、okay、啊，这 MIT 发表的，那它支援一些这个新的东西，这是已经就爬到第六位，那还有啊，还有一堆的这个东西，这个叫 Swift， 啊，还有四大预言，所以我们听听看它这四大预言是什么 ？AI 会落在。AI 想走进人类生活，必须先解决晶片跟电池的这个问题，也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系统设计上面其实是一个很根本的这个东西， AI 的普及必须要靠这个东西。那未来将具有尝试那现在的 AI 是透过成千它可以发展出一些尝试，甚至电脑自己会训练自己去做一些事情，但是这个部分也需要有更强大的晶片出来才有办法。所以这里又推到一个结论，就是 AI 晶片的制作。所以这个是 Facebook 现在正在发展 AI 晶片跟 Google 一样， Google 有 TPU， 那 Facebook 也不能弱于人所以它必须要发展这个东西。啊，你可以再问，你刚才是回答问题，你可以问问题。网络上有人要问问题的，直播。好。好啊，那我拍照片时间是不是？啊，来。